四的骨后很多像本本这样的女生，真的，对，就像本本的。不太对吧？你也一个人来，不太对劲吧？对啊，让我们回到前一天，结果柔柔跟 Wendy 到出发前才发现忘记做 PCR， 两个天兵组差点不能去日本，只能晚一天出发，等于。他行程已经规划好了，东京海岸迪士尼，他要买全部的鞋来托你。你不要再哭了。我们说好一起出国的，怎么了？我不能见到儿子。不要哭，没事啊。不搞了，我先尿尿。你尿那么准欸，我尿尿尿在马桶里这么准，还让我生气。我尿尿线有多准，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再跟我解释清楚哦。为什么婉萱不能跟我一起出国啊？他如果去信义区有多危险啊？他去上字幕弄香槟怎么办？是谁的问题？到底花痴望瑞斯，你的身材就跟那个平底锅一样，又平又黑又没有长处。培根，你就跟酸菜鱼一样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好啊，你今天就跟辣椒妹一样呛是吧？看我的，瑞斯，你的 YT 频道就跟这个空心菜一样，既没有内容又没有梗。可是你买的这个有梗哎、欸，你就像这颗卤蛋和老婆饼一样，卤了一辈子又没有老婆。居然讲到我最在意的地方，我输了。没关系啦，培根，虽然你又卤又穷又废，但是你还有这款手游啊 ，Rush Royal。Rush Royal 是一款人形塔防手游，成群结队的战斗，保卫你的堡垒免受邪恶怪物的攻击。每个人都可以用独特的战斗策略，在这塔防中击败你的敌人，并且收集新英雄来帮助战斗，包括拥有元素力量的法师、致命的狙击手和可以帮助补血的女祭司，还可以与其他玩家即时对战，在 PVP 合作模式中战斗。自取敌方玩家联手对抗无穷无尽的部落，可以泡在家玩一整天的游戏，像培根这种没有女友的卤蛇最适合。现在点击资讯栏连结或扫描画面上 QR Code 下载，即可获得专属大师宝箱奖励，还可兑换传奇卡牌。如果你使用的是 iOS 版本，请不要忘记在首次启动游戏时允许 APP Checking 以获取宝箱。快点，奖励数量有限。使用我的下载连结后，奖金将会在一天内到达。Rush Royal 马上下载起来。欸、我胜利了、欸。我胜利了、欸。很简单。简单啊，随便玩都赢了。暌违3年，终于要去日本了，很兴奋。那孙生是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怎么了？你在暖身啊？太兴奋，太开心了！日本4亿，死够耶！你还是要知道怎么坐飞机。来，第一步。第一步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你讲啊。我不知道。你一定知道吧？你那么聪明。我怎么知道？老板，出国几次了？行动电源嘛，要放包包。现在换你去了。来，搞什么啊？来，你们。我怎么天天跟群主说了？我的错。我去拿。好，我去。太兴奋了，我学了超多日文哦。我倒喜欢台湾的顺的，哎，我倒喜欢近景很大。Super Saiyan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直，丑。林冠宇，林中当当结束。看，是不是？就说吧，穿什么也相信我。维持器少带一边，我只带上牌，没有带下牌。完蛋了，那你不能去日本了。不信，我要闻你的维持器。我刷过了，刷过了。这里没带护照，还紧绷。耶、yeah, ，到日本，然后坐这个阿法，这是黑卡的威力，超派。有看到全电动式飞架，这就是黑卡的威力，超派。桌子超派，很多人质疑我买那个至尊门号，现在就来试看看。打进来，喂，怎么不讲话？生命也没胆量嘛，超派。放任自己发福不减肥，我也觉得超派。超派，要学他抓高这样。我的网路都是用机场 WiFi， 不是我要炫富，不是我要讲，是因为漫游买不起，太贵，超派。大家如果有来东京，可以办这个西瓜卡，很便宜，就像台湾的悠游卡一样。
送给你。好啊。喝完了，可以还你了，我不要。哎。次は渋谷、渋谷、オレンジは右側です。東急東横線。什么游戏跟电影的场景，好好玩啊！哎、欸，遇到谁？大哥，刚刚谁来了？就这么巧，泡泡浴走。是啊，到日本啦，涩谷街头，好赞！我第一次来涩谷，录那节目的开场。好酷啊，感觉好棒啊！我觉得这里很像西门町的感觉，所以我今天要好好逛逛，爆买一波。Hell， 日本，我来了 ，I come in。Yo， 现在要来福下通吃可丽饼，他好像对日本特别的在行。怎么了？怎么可丽饼啊？超好吃的，这家超赞。这家可丽饼很扯哦，选项多到100多个。这些咸的都超好吃的，它在里面放叉烧哎，很好吃，好吃到爆炸。这个太多口味了吧，太浮夸了吧？这是便当了吗？生火腿来了，你要猫狗在前面。好吃吗？确定？哎呦，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好吃。哎，我快吃完了。这鲑鱼好吃，这个烟熏鲑鱼好吃。一句话好不好吃，我已经行动证明了，我不是光说说而已。好帅，你看奇异博士，奇异博士那个镜像，镜像。我买了人生第一件 Supreme 表包，它是万圣节图案。我喜欢那种树当中有点鲜艳，我难得买衣服哎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只是刚开始，你会之后会更想买。很好看的。1500日币，1000多台币，很棒哎！1000多，走啊，吃咖喱了，耶！快20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吃晚餐。Yeah! 都到齐到齐啦，食物到齐了。本本推荐的，开动了，我快疯掉了。开动，真的饿扁了，我真的饿扁了。汤咖喱，汤咖喱啊。它筋很嫩呢，对。它这个咖喱一般是比较稠，可它用的是像汤一样。它的茄子超甜的，好好吃哦，那连蔬菜都是甜的，很好吃。可你们是喜欢咖喱比较汤一点还是稠一点？我其实个人还是习惯稠一点。我也是。那你吃咖喱是会拌在一起还是分开吃？跟拌饭，当然要拌在一起啊。咖喱拌串。这个辣度我是点1度，永度啊。那30度怎么办？就最辣的那个30度，吃一口会了。你来这猜拳说吃一口敢不敢挑战30度辣的汤咖喱？来啊，30度最辣。辣对吗？顶级辣的都不敢吃，来猜拳，输的吃。来，来了，刺激哦。我这边不好带，不用。刀石头布。哎呦，不严少，剪刀石头布。别玩那种布。哎，脱离，瑞斯培根，脱离。没在怕、啊。来了，你是不是没装？石头布。只要在比赛当中，只要说没在怕的，一定就是他。没在怕、啊，加油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冲一波啊！最辣的30度，勇者。他是麻跟呛，他没有到很辣，不敢吃辣，绝对不能接受。欸、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，真的。要去试试看啊！我觉得孙生先试试看。来，我吃一口，拌下去哦。我喝汤。来，为了这个厂牌，为了这个家庭，要辣一起辣。干肉，干杯。来，请吃。靠杯哦、喔，太辣了吧！靠杯，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没有想象中辣，没想象中辣，你脸红。这它有后劲，它会留在喉咙里啊。30是不是？这脚那么辣吗？我觉得这辣反而是我想象中的10分。它是后劲的辣，帮我拿水表。依然。因为以前我跟森吃那个辣小熊软糖，就真的是超不舒服。我们吃完整个直接消失。我说在国王帮吃那个辣面啊，超辣到送急诊啊，节目直接停播啊，我当下直接送急诊啊，是真的、哦。大灼烧啊，超可怕啊，不能小看辣的，真的嘞。哎，欢迎蔡伯。哎呦。你是喝王哎、欸，我博了，你才是喝王，还是喝王啊？你少在那边，姚轩酷炫，双鱼座浪漫，也有几招非常厉害。就只能说我们一起同整了一套很厉害的方法。有性需求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可耻，就像你今天要卖一个东西给别人，你要怎么样找到需要那样东西的人？
你想要约炮，你要怎么样找到也刚好想要约炮的那个女生？所以这堂课就会教你各式各样的重点，来让你更清楚的知道要怎么样约炮才会更得心应手。That's right。我之前都想到一个达人的战斗语，可以看到每个人性欲指数，你可以去分析那个人淫不淫荡。对，谁淫荡啊？谁淫荡？我淫荡啊！我淫荡。想像我一样在十年前就百人展览馆了吗？想跟异性爱爱，其实没有这么难。难的是如果达到沸点，进而交合。没错，对约炮如果曾经受挫，或者是对约炮好奇的你，一定要填写资讯栏这一份问卷。我们会一一回答你。反骨干训班 ，You ready？